千二米，九匹馬出事啊！等埋有型人就準備妥當啦。起步咁啊，稍為慢啲，有三隻啊，咁啊貼欄位置咧，白面箍啊，銀亮奔騰，中間黃衫藍裝寶同埋情黃紫色袖都唔算快。睇翻前邊啦，最快係粉紅衫嘅有型人啊放啦，但係走順咗之後咧，中間星運翱翔啊，傲物捉住都要放頭啦。咁啊，出邊第三位黃黑格仔衫嘅赤兔猴王啦，馬林中間橙衫嘅就雲高八斗，內欄位置走翻上嚟咧，大概係尾五嘅尾四嘅位置咧，就係只銀亮奔騰最出藍白橫間衫嘅包裝猛將啊！馬林中間尾三就金白令啦，出邊情和包咗落尾咧就係黃衫嘅呢只男裝寶啦。過咗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前面捉都捉唔住啦，星運翱翔啊，打甩咗成三四個馬位入直路先噶啦。有型人就喺二疊第二位嘅，出邊係赤兔猴王啦，中間位置見到雲高八斗喺佢入邊銀亮奔騰，出邊咧就係呢一隻嘅包裝猛將，最出就係情和，後邊嗰兩匹馬啦，金白令啦同埋內欄位置男裝寶。最後直路250米左右啦，咁啊前邊星運翱翔唔係好多啦，有型人三兩個箭步將佢趕過咗啦，中間仲有赤兔猴王啦，大愛當仲有隻好大隻好大步上緊嚟情王，接近終點有型人赤兔猴王情王都第三啦，中間第四金百靈入邊藍裝寶啦，中間橙衫咧就雲高八斗啊，星運翱翔啦，出邊位置撳翻住尾二就包裝猛將，包咗落尾嗰只咧叫銀亮奔騰啊。